这个易筋经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力比较大，因为它影响力广，宣传力大，所以对于它众说纷纭，对于它的来龙去脉大家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它是禅宗错著，菩提达摩所著，有的人认为它是扎根于中国民间，是中国民间的体育健身套路。这个扎根于中国民间这一条，首先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至于它是谁人说唱，由于年代的久远，也很难考证。首先有一条是肯定的，它是由少林寺传播出去的，因为相传达摩祖师自印度航海到中国而来，带了三部经典：楞伽经、习髓经、易筋经。易筋经就是其中一部。当然以后来到中国，经过中国历代的高僧演练，而逐步形成了一套有独特效果、健身价值的一套功法，利于人类身体健康，能够提高人类精神活力，让人体力更充沛、更有精神。那这个少林寺呢，它这个体育锻炼的发展有一个比较细的脉搏，它由一开始的八段锦八个动作，到现在开始演变为易筋经十二个动作，易筋经十二式，再以后再有发展罗汉十八手啊，罗汉先天十八手是十八个招式，二十一个动作，再以后又发展少林罗汉拳啊，是这个三十六个动作，当然现在我们一般统称把这个少林小罗汉。我们现在呢，为了系统的认识学习少林功夫，我们就把这个少林易筋经再给大家奉献出来。下面我们学习少林易筋经。易筋经深受民间群众的喜爱，因为它确实有强身健体的价值。通过这个一千多年来的时间经验证明，它对人类这个身体健康确实是利益很大。这个易筋经练起来要求一气呵成，一气相连，要柔要缓，缓慢，所以呢它就适合这个中老年人进行这个活动筋骨的锻炼。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可以打通你周身的气脉、任脉、督脉、血脉，让你周身顺畅。我们的身体只有周身舒畅，气血相通，才会感觉到身轻如燕啊，身体舒服。这样呢，我现在都先把这个少林易筋经为大家先完整的演练一遍，让大家有一个印象，之后咱再进行分解的教学和演练。
下面我们学习少林易筋经，我们进行分解演练和讲解。由第一式七掌举起开始，双手缓缓地向两拆托起，如同举起一个气球，之后举过自己的头顶前上方，化成一道气灌于自己的身心内，合掌当胸目平视前方。我们大家一块来做七掌举起，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七掌举起的三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预备式，两掌举过自己的头顶前上方，再向两拆缓缓地落下来，之后放在腰间，做第二手印，目平视前方。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预备式，双手合掌举过自己的头顶之后，向两拆缓缓地落下来，气向下沉，之后抱于胸前，做第二手印，目平视前方。好，我们做预备式的侧面动作。好，我们进行易筋经第一式委托现处。委托现处是分三个动作，我们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完成。委托现处第一式是由两个姿势来完成的。第一式委托碰触，两背稍微弯曲，曲肘下沉，接着两手向内收，两个手大拇指按在自己的胸前，提起闭起。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委托现处第一式，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委托现处第一式的侧面动作，沉肩坠肘，如同捧着一个橡木杵，橡木杵在自己的肘关节处，接着两手同时内收，两手大拇指按在自己的胸前，目平视前方。下面我们进行委托现处第二式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姿势变为两手同时向两拆缓缓地托起，这是一个动作。委托现处第二式也是两个动作，接着由下再向上抄手，举过自己的双肩，两手掌心向上，掌尖向后，放在自己的双肩前上方，目平视前方，做与托起千斤之力之状态。
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委托献出第二式。缓缓的托起气之后，绕转放在自己的双肩前上方。好，我们做一下委托献出第二式的侧面动作。下面我们进行委托献出第三式，向上托起，献出，双手举过自己的头顶，掌心向上，掌指向后，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两手并拢，在空中叠弥陀印，接着落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委托献出第三式，开始献出。收回。我们做一下委托献出第三式的侧面动作。下面我们进行第四式摘星换斗，由现在的抱弥陀印站立姿势变为右手先动，向左拆先伸过来手，同时左手向后放在自己的右大腿胯外拆，这时候也看着左手的运势来进行运转，右手由自己伸前下方向右上方举过自己的头顶，也始终随着右手转。再接着左手由背后起来向上，和这个右手靠拢，好了之后稍停一下，稍微停顿一下，接着再放下来。再接着变成左手先动，左手由左拆向自己的身体右拆先伸出去，右手呢这时候放在自己的左胯外拆，这个时候也仍然是随着左手的姿势进行运转，左手从下方举过左上方，超过自己的头顶，目平视左手，这个时候右手由左胯外拆向下向上举过自己的头顶，和自己的左手汇合，稍微停顿一下，接着再落下来。这些动作呢，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反复练习，抽其中的一个动作进行三次、五次、八次的练习，也可以练习一两次、两三次，也可以进行多次练习。为了大家的学习，我们把它有的做成两遍或者是十遍。好，我们大家一块来把摘星换斗演练一遍。
把摘星换斗的前面动作为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下面我们进行少林易筋经第五式倒拽九牛尾，由现在的抱弥陀印之势变为两手缓缓的托起与头顶前上方，同时第一个动作伸向右转，右手和左手同时抱拳于胸前撑左弓步，紧接着落下来，左脚稍微向后滑步，左右手向前后探，变成虎爪之势，目平视右前方，头尽量向前探，后手要托起托平，前手伸出去如同老虎探视一般，再接着伸向左转，这时候先左手抱拳在里，右手抱拳在外，目平视左前方，再接着下一个动作，左步不动，右步稍微向后滑一点，同时左右手向前后两拆伸出去探，头要抬起来，目平视前方，我们大家一块把第五式倒拽九牛尾共同演练一遍。拽九牛尾的前面动作再给大家演练一遍，
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几招两尺。几招两尺这个动作分为三个小动作来组成。第一个，开始，两手缓缓的由头顶前上方举过，向两踩，之后再收回自己的胸前。一，第二是伸腰前探，同时两手向前推出去。第三是合掌，啊，要吉祥。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几招两次。我们做一下几招两尺的侧面动作。好，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九鬼八马刀，由现在的弥陀印姿势变为右手绕过自己的左侧，之后在右下方绕一周，扳住自己的头，啊，向左方来回移动三尺到十尺。这个做完，左右手在自己的头顶前上方汇合，接着开始做左手。这时候左手先由自己的身体右侧画弧一周，举过自己的头顶前上方，左手扳住自己的下巴，啊，向右方转动三到四尺。这一个九鬼八马刀动作也可以做两次、四次或者是八次，啊，根据你当时的情况进行锻炼。这个九鬼八马刀主要是锻炼
自己的肩膀，对于这个中老年人有肩周炎的这个效果疗效比较好。还有另外一种九龟八马刀，就是你练习了这个初步的功夫，还要有第二步。第二步功夫呢，现在我给大家也同时再做出来。这个第二步就是动作基本相同，到最后开始两手在自己的身体背后进行交叉，来回一二三四啊，也可以一开始由右手摘上，到最后变为右手摘下，左手摘上，一二三四，这主要是锻炼自己的两个肩膀。据很多人反映，对这个肩周炎确实有比较好的疗效。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九龟八马刀第一步功，先扳头，一二三四，扳成左手，一二三四，这个动作我们先做四遍，第三遍，一二三四，第四遍，这动作要运作缓慢，一二三四，好，我们一起来做九龟八马刀的侧面动作。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在这里我想提前把第二步功这个九龟八马刀的动作给大家再演练一遍，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背面动作，好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九龟八马刀，下面我们进行第八个动作，三盘落地演练和讲解，由现在抱弥陀印姿势变为右脚向右跨半步，同时两手缓缓的由两拆
焚坛，再聚于胸前，托起，缓缓的托起，如同托起一个气球。接着反手向下按，缓缓的落下来。第一个动作，先放在自己的膝盖前上方，再反手掌心向上托起来，托起。第二个动作，再反掌向下压，啊，缓缓的向下压，拇平子前方。第二个动作，啊，这每一个动作都要稍微停顿一下，接着起来。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就要开始落地，啊，叫做山盘落地。拇平子前方，稍微停顿，深呼深吸一次即可。等到以后二步功三步功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做几次呼吸。接着起来，两手在自己的身前相互交叉，把这个气给浑圆，也是来回把这个气给掺和一下，聚于自己的胸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山盘落地。先分脚，同时掌举过头顶，轮背一周，托于自己的胸前，掌心向上，接着反手向下按，一举起，托起，放的基本上和自己的肩膀相平，二向下按，超过自己的膝盖，这是第二次，托起来，再向下按，第三次要落下来，啊，和大地之气相接，拇平子前方，可做深呼深吸一次至三次。接着起来，两手在自己胸前交叉，再向两侧落，放在自己的胸前，举起，深呼深吸一次。好，我们做一下三盘落地的侧面动作。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青龙探爪演练和讲解，由现在的怀抱弥陀印之势变为左手抱拳放于腰间，右手先向左方探，接着向右方画弧，画至右方，再向下向上放在自己的左耳根后处，身向左稍微拧身晃动，啊，头向前上方伸，啊，做呼吸姿势。接着变为下一式，开始左手先动，左手动，右手抱拳放在腰间，左手先向右前方探，接着向左方缓缓的画弧，
画户之桌房落下来，再向下向上放在自己的右耳根处，头向右前方上方移动，左深呼深吸，晃动。大家一起来做青龙探照。大家一起来做青龙探照的侧面姿势。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鄂虎扑式，原来和讲解。两手缓缓地托起来，身先向右转，同时两手由下捞，像水中捞物一样，最后托起来，收回腰间，两手放在自己的两腰尺为掌，掌心向上，掌指向前下方，接着向下探扎身子上身要尽量向上抬，设立上颚和卧虎巡视状态，再接着做左前的动作，仍然是身体由下向上绕，绕取东西，接着放在自己的两腰间，这个掌心向上，
张之操牵下法，再接着向下探舞。啊，这个上身要尽量向上抬起，设低上颚，脖子要伸出去，如同老虎巡视一样。我们大家一块来演练饿虎扑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卧虎扑食的侧面动作。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打公式演练和讲解。这个打公式由现代的怀抱弥陀印之势变为两个手缓缓的举起，放在自己的头脑后，两个手心护住自己的耳朵，在向下打拱的时候，也就是鞠躬，这个两个手要按住耳朵，按住在这，深呼深吸一口，接着在起来的时候，两个手再伸开，啊，这个可以做四个姿势，做十次。手伸开，弯下来的时候，手合住，捂住自己的耳朵。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打拱式。
好，我们把大公式侧面动作一块做一遍。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吊威式演练和讲解。这个吊威式和八段锦里边最后一个动作，双手盘膝，鼓伸腰，动作基本相同，又有稍微的变化。双手还是缓缓的举过自己的头顶，之后两手在前上方交叉向下落下来。第一开始可以不着到底，做半截，分三部分钟，一、二，这时候头要抬起来，向前看，三，头尽量向前抬，向前看，这样才能会起到治病延年的效果。这个吊威式呢，它现在就和那个八段锦的不同的，就是所谓吊威，来回调动这个臀部，先向左可以站住，一、二、三，这个仍然是头要尽量向上抬起来，再接着左右边，当然这个动作比较难做一点，如果你要是做不下去的话，一开始练也可以先做一半，一、二、三，一、二、三，这样照样能够起到治病延年益寿的效果。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吊威式。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吊威式的侧面动作。
好，我们做最后一个动作，收拾，一起还原。我们练习这个功法一定要有起身和收拾，如果没有起身和收拾，将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害，所以这个收拾动作也至关重要。这时候调理好了自己的五脏六腑，调整气息，缓缓的由两拆托起啊，举过自己的头顶前上方，举起，把这个气这个时候在头顶前上方如同一根气绳一样贯穿自己的整个身心，合掌当胸，目平视前方。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功。好，我们一起来把收功的侧面动作给大家交代清楚的做一遍。